转个圈啊，很转，那、啊、再推他一下。只不过要前进外圈 Q 了啊，还补刀呢 ，Q 一下，升二级了。啊，怎么说？你还能学 E 吗？哦，完了，被拉扯了，兄弟们，稍微没控好。为什么不在老家播？因为虎牙在广州呗，我来这边上班呢。看起来亏了，还是赚的，赚了拼药。你又不用去公司，这你就不懂了吗？啊，这个有问题可以及时反馈吗？是不是？原地 Q W A 一下山洞 Q， 剑气直接先挂点，转内圈 A 一下往后拉 Q， 嗯嗯，好样的。不要 Q 上去，我又打不死他，没必要 Q 上去。剑气往后移，这一段，这波不交 Q 啊，等 Q 技能刷线，炮车补了，炮车补了，没必要跟着他，他去吃果子去了是吗？现在果子还没刷呢。就三段 W A 一下，挂点，交闪我们就挂点，不交闪就 A 死。他这不炸了呀？建模多久出新装备？什么新装备？哪有什么新装备？怎么 A 不到？虎牙在里面上班的这福利待遇还是很好的，转内圈 A 一下，他没闪呢，没转到内圈，你怎么在这里不走啊？你有拉死了，哦，他回血了，升级了，把他杀了，打成血了吗？一副这么快。W， 我就怕他刷对了，我还准备再 A 一下。但是小虫子一直都没了。他回头原地 W 就行，看到就踩上去 A 一下打回来 A 一下转内圈 A 一下再 Q 一下，来人了，
这把还有发挥空间吗？有机会的，我优势还挺大的。那我刚刚有点跳屁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东西有点不稳定。拆了吧，拆了吧，下次要炸了。575吧。他会拉我。清脆的一刀分天。还可以再刷火钳，哎呦我操！甩大了，没大到我，大到我他要上。走吧走吧走吧，中单来了。这好像撞掉了对吧？撞不了了。做的小反甲，小子跑挺快啊，等 Q 一段，可惜。我有韧性，这大哥守得住吗？守不住，交个闪吗？守不住就交个闪吧。英雄太烦了，他有恐惧的。能省闪，我肯定想省个闪，省不了。思路还挺多的，这是谁啊？哇，这个东西我把它带到人群了，跟小鱼人大招一样猛了，这东西全炸死了。有没有那个恐惧？有恐惧，我要动手喽！已经死了吧？不是眼，那算了。
我感觉贾跃还想要这个红呢。哎呀，撞墙！ 哎一下，哥们！新仇旧恨，一起算。 牛牛好吗？别这样说，我们家牛牛好吗？要去这边走，我只要不研究说他重伤，重伤不了我的，回口血呗。